你为什么不点赞啊？别被我抓到你了啊！我这英雄打这个船长还可以的，主要用来打俄洛伊挺好用的。掘墓的小鬼能被狗头人叠 Q 吗？可以的。所以理论上来说的话，掘墓打狗头会给他刷发育呢。看他会不会用筒子刷一下不灭之物啊？我不想让他 Q 不灭，所以说我就往后退，少补了两个刀，还是被 Q 到了。打船长得等四级。是暴君，这些灵魂的行动消耗一下吧，他们自己的意志，等四级太久了，开始攒魂。我的鬼没拉过来，我的鬼在后面。还有什么地狱能糟糕的过这处荒境？那走吧，他们打野过来了。就这个炮车，哎，他炮车漏了。受折磨的灵魂们在一直哀鸣不已，胆子好大。这时候已经死了呀，要不然他都得死了。胆子太大了，你这个。要 Q 给他 Q 一下。我可以大招强行把线压进去的，不好拦我。没那么多空子的，他死了呀，我应该是活不了，这没办法，但是一波杀他两波也不算太亏。要 Q 让他 Q 一下，岛屿会记住的。给我电刀是吧？我必须挖下去。四个鬼怎么说？炮车吃不吃？不吃炮车 ，Q 了我一下。去死，然后再次爬起。这我杀两波还是有点怕我的吧？知道了。我操！不管他，不光能召唤小鬼，还能召唤卡牌。船长，哎呦，你真是个不争气的东西，助攻都没拿到。我还觉得你拿头，然后我再把你给杀了，这样 buff 就到我身上来了。这是个没用的东西，助攻都没有。如果他们能救。我什么时候强筒子这么厉害了？不知道，我以前强筒子一枪一直接爆炸了。好，我必须挖下去。你最好能躲掉我这个 E 死。你叫闪能跑？
我把他框起来，江闪应该能跑吧？还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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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比较会跑，嗯。就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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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滚，咬死他们，不让我吃线了，可惜还是大部分没吃到。呼呼，我的鬼要咬死你喽！没事没事，都杀了都杀了。哎呦，走吧走吧走吧，不能拿着大鬼去赌啊，走吧走吧走吧。其实可以拆掉了，拆掉了吧。死人未被，你吃线，你吃线。你吃线，我来就行。闪现差几秒钟，小子们干活了。动手，下波再放心。太慢。永不终结，亡不是一种解脱。啊！别搞，别搞，别搞！我操！哎，我想操作一下，把我的鬼打死了，真该死呀！你确定要跟我打？剑术是暗影岛的惊骇之物吧？你们两个也想打过我啊？哎，太年轻了呀！我慢点就把他咬死了。走了，应该三路都破了是吧？好的，那等下播吧。
伤害怎么这么高啊？这英雄鬼伤害本来就很高啊。希望大家能够订阅，以后也会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我的内容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